救火之药，不放弃治疗。才刚发完专辑又开了演唱会的 Ella，S.H.E 中压轴出击的她，从一个中性打扮的小女生，蜕变成性感味十足的女人。事业可以说如日中天，回首当年刚刚出道就尝到爆红的滋味，让原本的屏东乡村小孩顿时成了行程满满、粉丝满满的巨星，让 Ella 开始觉得身心俱疲，变得很不开心。日前上节目受访时表示，尝到大红的滋味之后，却也让他身心难以承受，退出演艺圈的念头油然而生。直到去了一趟印度探访当地贫苦儿童之后，让 Ella 的心境大转变。 Ella 痛哭地说，我什么都有，有手有脚有工作，但我却不懂得珍惜，真的非常惭愧。 Ella 的印度行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让他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的一切算算青春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